開咗，我要諗一諗。Hello。check 先。我 Facebook 都開咗。有朋友仔參加咗喎，你係咪 send 咗俾佢哋啊？我未。咦？定係呢一個係舊 account 啊？唔係喎，係。唔多次喎。咦？十零人啊？係喎。係，我傻咗添，我就係我一個先係 Facebook， 唔好意思啊，呢個係 IG， 係啊係啊，啊我一知，因為我同阿店長個電話大家撈亂咗，係啊，我用咗我一個開 Facebook， 但係 Facebook 個 account 係新開嘅，所以嗰邊應該係冇人會同我 share， 同埋冇人知道我喺嗰邊開緊，係啊，你快啲幫我拉人 share 啦。我要少少時間去熟習翻你哋嘅名字，因為你哋咧喺Instagram 有其他咧名啊，係啊，所以我要睇一睇，我可以跟翻你哋嘅啲名啊。Hello， 嘿嘿，有啲識讀，有啲唔識讀啊，我要進修一下我啲英文。好啦，咁咧我就。係啊，Kitty， 因為個 Facebook 咧，店長我要再搞一下喎。Hello， 思思 ，Hello， 係啊，佢話佢而家開咗另外一個名嘅 live， 不過嗰個未曾 share 俾大家。Hello， Yvonne， 所以就驚，即係嗰邊一定係冇人嘅，因為冇人知道我嗰個 account 係咩樂意。但係一陣等阿店長攞條 link 之後，哦，你一成咧四零，多謝有暗號喎，你好勁而家。Hello， Jacqueline I 小姐，唔係你我知嘅。Hello， Gooby， Hello， Hello， 思思，係我等你哋快啲加入啊，跟住等阿店長咧幫我 share。店長，你有冇揾到條 link 啊？係啊，佢仲要 share 完之後咧，再 share 翻喺 Facebook 另外一個係啦，好得意。我發覺咧，這個 IG 咧就好正啦，好光猛啦，好似白咗十度咁樣。但係呢個 Facebook 有 Facebook 嘅温和個樣咧，冇咁冇咁 sharp， 又冇咁 sharp 嘅好。Hello， Aaron，IG 個色都好靚啊，係咪真㗎？大家有冇發覺我今日好似一個？好似一個 character 咧，嗰個 character 咧都幾得意。頭先我翻嚟考啊店長，你知唔知我係邊個啊？咁樣，跟住佢話即係佢有啲疑問句。跟住佢話我話其實你有冇睇Alice in the Wonderland 啊？咁講，佢我知邊個 Alice 嘅咁樣，OK 係嘛？答咗，有冇見過 Alice 裏邊嗰只貓叫 Sasha？我就係今日講好似嗰只貓咁，我覺得自己個造型。Hello， Ice， 係啊，好中意，我好中意，係啊，咁跟住咧，我好中意呢個 Sasha 嘅造型，我都好得意，好似嗰只貓。係啦，你哋快啲咧，幫我拉完 share 啦，咁啊店長嗰度搞下啦，跟住我咧就會同大家講。咁今晚咧，等阿蓮嘅朋友咧就可能要再等下，因為暫時都唔係好多阿蓮啦。咁我哋會講一啲咧，嚇、啊、有一個蓮，一個啦，有一個。跟住咧，我今晚會講翻思思嘅小包包嘅，因為大家可能著咗夏天嘅春裝啦，因為都會著啲比較簡潔啲嘅夏天春裝啦，咁就會講啲思思嘅小袋子嘅，思思小袋子，咁會講 Pico Teen， 會講睇下你到時仲想睇啲咩啦，主要我係會做啲細只啲嘅袋啦，係啦 ，Pico Teen 啦咁樣嘅，咁 U 袋我度都會講18同二十二
意的，但是都是主打十八为准。是啊是啊是啊，看看到时大家会不会喜欢看其他东西，我也会再讲讲一些私私小费包啦，咁样啦，讲啲饭盒包啦，咁可能啲朋友咧，我哋消费券啦，咁我可以开开心心买个饭盒包啊，几多俾多俾多少少钱咁啊，可以攞咗个袋啊，几好啊，咁或者想买银包嘅朋友啦，系啦，准备定啦，睇下谂嗰个五千蚊买啲有意义嘅嘢，有纪念价值嘅，唔好如果唔系咧，就会去啲 supermarket 洗晒佢噶啦，好快噶咋。不是，我是喜欢它的颜色很得意，好像那只猫啫。我也想啊，是啊，我应该是的啦，雪诗。必睇卡包好啊，欸，你睇卡包自己回来拿啊。咁样就好啦，咁啊好多谢大家收睇，我是阿车里啦，咁啊好啦，咁啊等一通。必睇卡包。我知道的，我知道的，明白的，明白的，必睇卡包都是正常的，我的观众很喜欢。今晚我会介绍两个很久违了的 L 君，这样很有趣的。今晚再跟大家继续讲的，那给段条锁匙我自己开好吗？因为今晚得店长和我讲一些QT 可愛小包。好啦，咁我哋咧第一個要講嘅，我哋開始講啦。咁啊，等阿店長喺度拉人 share 嘅時候咧，我哋就開始講。因為咧，其實佢要俾翻少時間 Facebook 嘅觀眾入翻嚟，咁但係咧，我費事大家入咗呢一段時間啦，唔好要大家等咁耐啦。OK， 咁就記得幫我 share 啦，希望揾得翻一啲唔見咗我哋嘅觀眾啦。其實真係都慘住住，因為佢就真係。調翻轉我都找不到，有時我睇開嗰啲 IG shop 佢啊，咁所以咧唔知咩事啊 Facebook。OK， 咁我哋唔好理佢啦，我哋迎接好嘅開始啦。咁好啦，咁啊多謝大家嘅收睇啦，我係 Cherry 啦。咁多謝咧星期五嘅晚上大家落單咧嘅情況就係點樣咧 ？Capto WhatsApp 去64444870，Capto WhatsApp 去64444870。咁我哋有專可愛嘅同事會接洽你啦，咁同你講翻咧係點樣落訂啊、各樣啊、俾錢啊、點樣條 link 啊 send 翻俾你哋噶啦。OK， 咁就有咩問題或者可能要補下啲相啊咁樣咧，我哋又可以盡快做到嘅，我就做翻俾大家。不過應該都係做。live 之後才可以補到相嘅 ，OK， 因為所有電話都 occupy 曬。Hello Lily 喺 Facebook 嗰邊好開心啊 ，Hello。咁好啦，我哋繼續講啦。咁講下阿店長我講嘅咯喎，定係要俾多一分鐘你啊？俾多一分鐘，俾多一分鐘我店長得唔得啊？阿 IG 嘅朋友傾下偈先咯，我哋 IG 嗰邊係，因為佢想 share 埋俾我哋其他觀眾。咁我講下我手上面呢個先啦，唔緊要啦，咁大家傾下偈啫。咁除咗今晚會講嗰啲 Lindy 之外咧，我哋會講下啲得意啲嘅 L 君啦 ，L 君嘅小袋啦，好嘢啊！係喎，美人新交嘅時間係要好早噶噃，爭啲唔記得咗添，咁啊為我遲少少。係啊，美人嗰啲 Magic Hour 真係唔可以阻住佢瞓覺。算啦，咁你睇重播啦。我明白，係啊。我都話我扮 Shasha 咯，嗰只貓啊 ，Alice No Wonderland 嗰只貓啊，佢係肥嘅，我係瘦嘅 ，OK？ 有冇印象有個隻咁嘅貓啊？大家咁跟住咧，啊 ，Joey 一定知道。Hello Annie，Hello Lily，Hello Sydney， 終於睇到啦，係啊，我啲觀眾好慘喺嗰邊。今晚有冇阿蓮？阿店長話有一個阿蓮嘅，阿店長話有一個阿蓮，但我冇見過阿蓮嘅，中意阿蓮喺邊啊？喺邊度啫？你攞嚟啊！這個啊？什麼？都不是啊。哇，真的很痛。啊，好亮喔，這個連。等我啊。Diamond, hello, hello Cherry, hello Cherry。咁好啦。既然大家都等阿蓮等得咁辛苦啦，就不如講阿蓮先好冇？咁啊好啦，其他咁啊讓位啦，啊呢個 multicolor， 咁好啦，呢個咧就係阿蓮啊，咁呢個阿蓮咧就一個水桶包嚟嘅，水桶包嚟，咁我拎下一陣嗰啲佢啲脂肪出嚟先，咁啊好啦就係咁樣嘅，佢一個桶嚟嘅，咁你咧就可以包埋佢啦，
包埋佢之後咧，就咁樣用咧，咁樣用嘅。咁你話可唔可以打斜咩？膠都最長，我相信係可以嘅。膠都最長係可以，因為其實佢有好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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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圈圈。如果你教最低呢個圈圈，我相信大家可以打斜咩嘅。咁我睇大家個人中意啦。咁啲朋友咧就好中意打斜咩嘅，我明白。咁可能中意休閒啲啦，好似我呢啲廢包咁啊，打斜咩真係好似 match 啲嘅咁樣，係咪？咁所以咧就可以選擇打斜咩同埋簡單咩啦。咁到你冬天嘅時候著褸咧，就真係單邊咩有型嘅，我覺得。到你即係夏天啊，或者好似而家咁咧，就咁著件 T 哇冷衫嘅話，可能打斜咩都 OK 啦。我個人中意嘅。咁呢個係你哋久違咗嘅年啦，阿蓮你最中意嘅年，超靚老花年咩話？阿思思話 Facebook 看不到 ，YouTube 睇不到，思思啊！店長 send 一條 link 俾你噶，而家咧我哋開緊另外一個 Facebook account 嘅 live 啊，咁但係咧大家因為冇嗰條 link 啊，所以你哋開唔到，咁所以就要阿店長 send 俾你哋，你先知道個 account 叫咩名，其實都係叫翻我哋類似公司嘅名，不過加咗啲啲嘢 ，OK。我話我好搞笑喎，咁我初初都唔係好識嘅，咁我記得我初初去到大學讀書啦，咁有個同學仔。我問佢唔好意思啊，你叫咩名啊？咁嗰陣時候未有嗰啲咩 Jessica C 嗰啲未有啊？我叫 Amy Christina Chow 嚟叫我啊嘛。我到而家都深深記得呢位同學個名 Amy Christina Chow。我話好，咁我叫 C C 得噶啦，叫我車車得噶啦。跟住我 CCC 咧咁樣，佢靜咗，我真係唔知道。跟住好搞笑，咁啊，即係唔同嗰年代咧，啲人改名都有啲唔同，你唔覺得嘅咩？即係好嗰陣時咧，即係好似有段時間咧，啲小 BB 咧好中意嗌某啲名咁啊，隔一排又唔見佢哋嗌嗰啲名。咁跟住好啦，咁啊嗰年啊年啊年出完嚟啦，佢翻落去啦，幾多錢啊？阿年咯。全新貨品，新銅9900。Hello Shirley， 9900，我擺翻佢啲嘅 collagen 入去先。哇，個襯袋都幻彩！我見到呢個款都多人中意，都多人喺度。開就冇問題，都係試嘅就 Kitty， 我哋嘅招牌動作啊，真係唔記得同你做添。跟住好啦，咁我哋咧就講下一樣啦，下一個咧就係 L 君啦，咁呢一個咧就係一個 multicolor 嘅 L 君啦，咁可能喺個夏天咧著啲輕騎嘢嘅時候咧就用佢嘅，咁佢咧係比較sharp 啦，同埋比較多朋友仔中意一個 Q 嘅彩色嘅 L 君嘅。花咁樣啦，咁呢個個 condition 好新啦，大家睇下四角先，要兩面俾大家睇，有啲啲使用痕跡嘅，個個都係咁，唔係淨我一個，明白，太好啦，咁樣，即係雖然都唔係好事嘅，至少我唔使咁慘係被孤立嗰、那個嘅，係咯，咁好啦，我哋講下佢先啦，幾多錢啊呢、這個？Hello, Miffy。未有價錢啊！哦，咁好啦，咁唔使錢啊，揾下店長啦。好啦，下一個咧又係好少咧見喺我哋依個 channel 度見到嘅。OK， 咁呢一個咧就係、是。OK， 咁跟住咧，好啦，佢咧就有條帶嘅，咁可以扮有型啦，咪係好有型嘅你啦，可以扮 touch 嘅。咁但係咧，其實佢扯條帶出嚟打斜咩咧？你唔係孤啦，你唔係孤獨。係OK， 好嘅，我唔孤獨，我點解先知道我原來都唔係好孤獨，係好開心。咁我唔可以用好開心嚟形容嘅啫，安慰就安慰。咁跟住好啦，呢一個咧。L 君咁咧，佢就用咗著，唔係佢用 B 君，我哋多咗個新 friend B 君。咁啊 B 君咧，都多朋友仔中意。咁呢個 B 君咧都係簡約咁用啦，都係 weekend 用啦。但係咧，如果你著褸用佢都幾好睇，因為其實佢個 pattern 咧幾靚嘅。
嗨，终于返嚟啦 ，Joey 话 ，Joey 啊，我今日扮猫，你估下我系边只猫 ？Joey 可能知嘅，咁啊，唔好搭波斯猫啊，我嬲噶，我声音唔娇俏 ，OK， 咁跟住攞呢个啦，几多钱？几多钱啊？呢个？Boyfriends 咩 boyfriends？ 镜头未反转，系啊，成日镜头未反转。睇下先，睇下先。你唔好住，唔好住。诶，你飘翻开先，店长飘开，飘开。我要搵翻个镜头反转，系得，反到啦，反到啦。冇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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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轉反轉反轉。好啦，咁啊 B1 幾多錢啊 ？B1 千二，一千二百蚊。喂，抵用喎 B1 OK 喎。Joey 啊，我係扮咧 Alice in the Wonderland 嗰只貓阿 Sasha。我驚佢唔睇童話故事啊！O K， 系啦，咁跟住咧，抵啊呢、這个带走佢，有层袋。O K， 带走带走带走。好啦，下一个，下一个咧就系、是、一个好抵嘅，好抵嘅水桶包啦。唔好乱咁样又 cut 咗，系啊，我都好惊。咁跟住咧。呢、這個就係咁樣嘅，咁打開俾你睇下先。嗱，佢裏邊係牛仔布啦，不過都唔緊要嘅。呢、這個係除你，佢裝到好多嘢啦。呢、這個唔係 Maria 係純白色噶嘛，我係 Alice in Wonderland 裏邊嗰只好肥嘟嘟喺個茶壺度飄嚟飄去嗰個啊。你有冇印象啊？你快啲撳 Alice in Wonderland， 你就嗰只 cat 咁樣，你就見到我啦。Hello， Cecilia， 係 Sasha 嗰只貓好似叫做咁好啦。咁呢度幾多錢啊？呢、這個呢個二萬二千八，二萬二千八有貼有卡 ，OK。二萬二千八，唔係其實咧，我係望到件衫，我好中意，我覺得佢粉紅色好得意。咁但係買完之後，我就發覺好似嗰個公仔嗰、那個樣，嗰、那個公仔嗰個身形就係一模一樣，有一條咁嘅橫間紋。好啦，咁大家带走佢二万二千八啦，睇四个先。好啦，另外咧就系、是、一个 CC 特色嘅包包，特色嘅包包。OK， 咁佢咧呢、這个款系一个特色包包嚟，咁大家可以爱嚟买嚟衬下衫啊，或者饮嘢嘅时候用啦。呢、這个几多钱啊？一萬咩？一萬六千八，一萬六千八。Hello Ada， 一萬六千八，一萬六千八，好靚啊！襯下大家啲夏天衫 ，OK，T 恤或者褲襯就最好睇啦。咁佢飲嘢都好睇嘅呢個款，因為佢都靚女款嚟，裝到 Pro Max 嘛，打斜裝到。Hello Cecilia。好啦，下一個。咁好啦，我哋咧介紹下我身上面咧呢個佢，我成日望喺 Facebook 嗰邊，呢邊嘅人同我講嘢睇唔到，死啦！有人同我講嘢，我真係睇唔到喎，唔好意思，我盡量望翻你啲 message 先。B 君 my boyfriend， 哦 ，OK 好。咁 H 君就係我嘅 husband， 一睇就知道我同 H 係 husband 嚟嘅啦，明嘅。請問頭先 L 君幾多錢？頭先 L 君無價，店長講唔出啊，佢話嗰個 multi colour 係咪啊 ？Tammy， 喂，店長，你嗰個 multi colour 幾多錢啊？
WhatsApp 問 WhatsApp 問佢幾多錢啊 ，Tammy？ 你問佢啊，佢未計啊，啱啱翻嗰個係啊，唔好意思啊，呢、這個Instagram 嘅朋友 ，OK， 我而家會個隻眼望翻好少少，我做完個 live 又隻眼係咁樣分開咗，係啦，我盡力我盡力 ，sorry 我都唔好意思。咁啊，講下我而家身上面呢、這個啦，呢、這個就係新款啦，大家好中意嘅。嗱，我知道我出咗山茶花嘅，咁但係咧。山茶花，我哋直接 WhatsApp 點樣啊？咁跟住咧，心型扣咧，我今晚會講佢。咁呢個係全新嘅廢包啦。咁廢包咧，裏邊嘅卡包可以裝到我哋嘅 H 君嘅卡包啦，可以裝到你嘅粉盒啦。咁裏邊有塊鏡嘅，全新嘅心心廢包。咁呢個咧好中意嘅魚子醬啦，係咁，所以咧好穩陣嘅，好多朋友就中意魚子醬，咁就可以帶走佢啦。咁條帶就自己 turn 翻嗰個長短咧，撳就得噶啦。幾多錢啊？呢個？21,800，抵嘅，抵嘅，真係抵嘅。好啦，介紹個 rock 版。如果你話誒唔好，我暫時咧中意走啲型格啲嘅路線，但我又想買廢包，咁又可以考慮佢啦。咁佢呢個係新翻，呢、這個價錢你要唔要望一望啊？店長，你真係係啦。咁呢個咧就係咁樣嘅型格組合粗鏈嚟嘅，嗱都係魚子醬，都係魚子醬。個 CC 大嘅，嗱大家睇唔睇到？比我呢個粉紅色嘅大。OK， 咁即係佢成個款咧，除咗條鏈型格上粗咗時候咧，佢連呢一個 CC 都大隻咗嘅。OK， 咁亦都係魚子醬嘅嘅質地啦。咁孭落去咧就係型格嘅。嗱，你要知道型格。即係細細只嘅袋咁有型，其實係好好睇。咁如果你話粉紅色都唔係我杯茶咧，咁其實我可以考慮黑色。黑色就可以買啲特色啲嘅咯。佢呢個係粗鏈，呢條寫住 Coco， 呢條寫住 Coco。OK， 咁價錢呢個幾多錢？好靚啊，係啊，買山茶花嗱，你估到你啦。22,800。山茶花買咩色啊？22,800，我打開俾大家睇下先。好型啊！呢、這個一樣係有鏡，有鏡。OK， 咁睇你自己中意。咁有型格嘅朋友啦，有啲朋友就中意可愛 feel， 咁啊要深深啦。咁咧亦都有依、這個係最正，唔係好正最正嘅，最 classic 嗰個嘅，我哋都有嘅。如果大家要就可以攞出嚟睇啦。咁好啦，下一個呢、這個係我噶嘛，係咪？好啦，這個、呢個咧就係佢嘅手袋。哇！呢、這個好勁啊！呢、這個。阿蓮嚟嘅喎，我就話明明我見到呢一個標誌係阿蓮，我以為自己幻聽。咁好啦，另外一個阿蓮，呢、這個咧就係、是。係啊，來人 ，Hello， 開翁 ，Hello， 黑色三十八靚啊，抵啊，又加價係啊，點啊，你俾曬阿蓮啊？好講曬啲阿蓮先，咁我首先講呢個先。呢、這個橙色阿蓮咧就係、是、一個浮誇嘅顏色嚟嘅，咁但係咧佢每一格呢個釘咧都係一個阿蓮嚟嘅阿蓮，每一格個釘都係一個阿蓮。OK， 咁打開咧呢度裝到好多電話，其實佢係一個好似相機包咁上緊大嘅一個袋，但係佢呢個款真心要打斜咩？真心要打斜咩先好睇嘅？你哋最中意打斜咩？因為佢條帶真係好長，係啊，條帶真係好長，同埋啲特色款式嚟。咁呢只阿蓮幾多錢啊？1,980，呢只阿蓮，1,980，阿蓮在條帶度，粒粒都係阿蓮 ，OK， 好，咁好啦，另外一個阿蓮，另外一個阿蓮，這個、呢個咧好啱大家翻工用下啦，出下街啊，咁佢三隻色拼埋一齊嘅，三隻色拼埋一齊，藍色同埋黑色，咁呢個容量比較大啲啦，呢、這個大家都熟噶啦。Shelly 話：我哋追蹤回歸係我知道，咁所以我都覺得我哋都搞咗好耐啦，希望揾翻我哋嘅尊貴嘅所有嘅客户啦。OK， 咁跟住好啦，呢度呢個幾多錢啊？呢、這個阿蓮呢個係2,980，喂，好抵啊！我嚟襯下衫都抵啦，超抵啦，係啊，好抵啊，真係，我真係覺得好抵，非常抵。
好啦，下一個，下一個咧就係、是、一個咧好温柔嘅 L 君嘅腰包啦。咁、其實好多玩法嘅，大家可以孭住啊又得啦。但係如果我咧，我都 OK 嘅腰包，我覺得咁樣輕輕孭住，簡單用咯，簡單用都係愛嚟大家去下行山啊，去下街街啊，短地路程啊，可以載到好多嘢嘅。其實咧，你中意咧擺翻佢一個大袋裏邊，當係一個銀包仔都得嘅，因為佢呢個 size 咧載到 passport 啦，載到一沓錢啦、卡啦、各樣啦咁樣嘅。咁所以呢一個係一個好實用嘅 L 君嘅袋，4800腰包嚟嘅，但係你可以自己開嚟咁樣孭又得啦。我哋當銀包仔用有得嘅 ，OK。咁呢一個係4800。好，下一個，下一個就係細嘅 Gabriel 啦，細嘅 Gabriel。咁 Gabriel 就好多孭法嘅，咁原生嘅孭法咧就係咁樣嘅。咁但係如果大家覺得好麻煩咯，如果大家卡住我咧，咁你就可以決選擇簡單地孭 ，OK。咁因為兩邊一齊咁樣孭，我就覺得都得嘅，你哋應該得嘅，咁啊，其實佢都始終有少少位可以較長少少嘅，所以都可以夠你哋孭大一尺嘅，咁所以呢個都係穩陣嘅。呢、這個就係最 classic 款咧，一邊金一邊銀啦，跟住個扣就係金色嘅呢只 ，OK。咁呢只咧價錢係幾多啊？呢、27800，好俾你，小心。好啦，下一個，呢個我真係好中意，好真，超靚呢個，一個布嘅CC ，OK， 好有夏天氣息嘅，非常之有夏天氣息嘅，咁俾大家埋啲低先。嗱，首先睇下先，嗱，佢咧就係布嚟嘅，藍色嘅布啦 ，OK。咁咧，中間啲粒跡咧係白色嘅 ，OK。睇下先，我都好靚，唔知點講。係啊，即係佢襯埋好靚，好有夏天。你都知佢夠唔夠出啲 coach 嗰啲系列係咁樣。咁有卡啦，有貼啦咁樣嘅。咁咧睇四角先，等等。四角都 OK， 係啦，咁但係裡面咧反而有少少喺度配衫，係裡面有啲使用痕跡嘅，因為裡面係米色 ，OK。放一部來先，得意啊佢，靚好易襯，襯翻啲夏天嘢就覺得佢好襯。今日睇到啦，係啊，多謝你嘅背身，係啊，我哋都搞咗好耐。咁呢個幾多錢啊？呢個都温柔價啦，係咪？温柔價，咦 ，Tony 啊 ，Hello Tony， 神偷嚟你，都係扮貓啊 ，Tony。神偷未買，我諗住買埋黑色嘅，掃曬佢先一先。跟住咧咩神偷嚟嚟啊？這個 Sasha 今日係14800，喂好抵啊！14800呢個大家帶走去都好抵用啊，好抵用啊 ，Jumbo 嚟噶，大家著下牛仔褲啊，著下 T 恤啊，或者出海啊嚇、去下赤柱啊嗰啲啦，揸住佢戴翻頂帽，靚爆 ，OK。咁我帶走佢 ，OK， 好輕身嘅呢個。好啦，俾翻下電筒先。好，下一個咧就係、是、一棟 L 君嘅時間啦，等等。噠噠，呢成個蛋糕咁喎喂。嗯，放埋呢個。幾似個 L 君嘅蛋糕啊？嚇？迪士尼只貓啊，佩珊好犀利，佩珊係第一個觀眾。果然啲所有的故事書都瞞過阿佩珊，跟住好啦，跟住熟讀曬成棟。好啦，這個、呢個咧 L 君咧就係店長逼我要講嘅 ，OK， 係啦 ，Cecilia 都識嘅神神貓 ，OK， 咁跟住咧好犀利啊你哋，咁啊呢個喂點咩法嘅咧？等我諗一諗先。我擺翻好個款先。等我一陣，我想擺翻好俾大家睇下先。咁咧，其實佢係一個 L 君嘅背囊嚟嘅，咁喺後邊鑿繩，Epson 皮嚟嘅，後邊鑿繩拉實佢 ，OK， 拉實佢。咁你都咁樣孭住，係啊。
男女通用啦，呢、這個款 OK App 上起嚟嘅，幾多錢？3980。好，好啦，咁我對生日蛋糕可以處理啦，生日蛋糕 OK。咁首先第一隻咧就係簡單組合嘅佢 L 君嘅卡包。出面再卡，裏面再卡，再住攝一兩張銀紙都得嘅。呢、這個款勁難買噶嚇，幾多錢？咩啊？先過年，你拎咗啊？幾多錢啊？呢、這個咩卡？水3500。好，下一個，下一個銀包。銀包4200。滿足曬成家人嘅願望 ，OK？ 係啊，嗱，我話俾你聽點解嗱，首先咧呢、這個卡包送俾我哋嘅親愛嘅父親，佢唔中意咁花神嘅嘢，佢點都要擺呢一個身份證出街嘅，佢冇咁大膽，唔帶嘅 ，OK？ 咁跟住咧就去送俾我哋親愛嘅父親，呢、這個送俾我哋親愛嘅老公 ，OK？ 跟住送俾你親愛嘅自己 ，OK？ 跟住再送埋俾你最親愛嘅，係自己，成日買機就買曬俾自己 ，OK？啊、生命中兩個最重要的男人有的小包包 ，OK 夠噶啦 ，OK。咁跟住咧，係咁跟住咧，好啦，咁我講下買俾自己嗰樣咩啦。咁呢個好靚嘅配咗粉紅色喺裏邊，噔噔，咁啊全身啦，全身嘅 Sarah 啦。咁 Sarah 有幾錢啊？金啦，金扣啊。好，跟住另外嗰個先好。今晚店長呢隻隻袋都有啲疑惑嘅，我哋俾時間佢 ，OK？ 咁最後呢個都係送俾自己呢個咧，就係阿 VVN 啦 ，VVN 同你去咩啊？巴黎嘅 ，OK？Hello Tony， 咁啊幾多錢啊？係啊，係啊 6800 Concord 啊嘛，嚇？六千八。唉，我都好耐冇去啦，我就係唔記得曬以前 memory 就係。全家人都用 L 君，唔係咁啱嗰個禮拜嘅 theme 啫，下個禮拜你又可以用其他牌子噶啦 ，OK？ 今個禮拜用 L 君，下個禮拜用 H 君，再下個禮拜用 C 君 ，OK？ 咩君都俾你用曬啦，下次用 A 君 Alexander 都 OK。好，嗱呢一個長銀包咧係5500 ，OK？ 咁咧。Vivian 同你去巴黎呢？6800。OK， 咁啊全家有君今日 OK， 全 set 帶走。嗱，我揾翻咧超群嗰條帶幫你咁樣包翻當蛋糕拎走。OK， 啊係咁啦，唔好意思，而家要環保啊，要咪10元噶啦。OK， 跟住短銀包平咗，以前銀紙賣4300咧。係咩？咁你揾翻店長先知嘅，價錢嘅嘢我好麻木嘅，話俾你聽。跟住好啦，下一個咧就係、是，係咪唔同款啊？裏邊、可能係啊。咁好啦，同埋裏邊唔同色，係是但啦。OK， 我繼續講呢個咧就係好啱大家 weekend 襯衫白雪雪嘅你，中意白雪雪但又唔想白雪雪嘅 H 君啊、C 君啊，咁就可以買個 T 君啦。OK， 咁啊 T 君嘅袋，咁佢係一個咧塑繩嘅 Toy Version 嘅 ，OK 咁樣，咁啊手襯夏天都幾好睇嘅。咁如果嚟 weekend 用啊，唔使鏡住用啦，佢白色啦，出嚟影相靚嘅。咁中意嘅話可以帶走佢，佢咧係 Pre Love 嚟嘅，係咪？唔記得店長話未使用品喎，幾多錢啊？1680，未使用品1680 ，OK。咁佢有個襯袋嘅，好啦，下一樣俾你，可唔可以擺過嗰邊先啊？跟冧佢，好。好啦，下一個都係阿蓮，這個阿蓮咧就愛嚟俾大家去飲嘢用嘅。
金碧輝煌的一年。我今天很襯白色手袋，是的，我也覺得是，真的覺得是的。但剛才我點了飲茶，搞到成身都是豉油，我要回去洗，找碧蓮出來。到你們找完一年之後，我就找碧蓮了，今晚一滴到成地，成身都是豉油，一點那個叉燒燒賣定蝦餃。好啦，這個年就是金色的，金碧輝煌的一年。它是一個夜晚的小手袋，它有乾坤的，是不是厲害？是不是好像自己玩的那些特務一樣，其實可以拉出來。它沒有function的，它除了拉出來之外，它沒有function的，它都是一個它是什麼來的？它有什麼？它是一個 handle 來的，它就是一個 handle 加一個阿蓮的名字，是的，但是隨你喜歡啦。如果你要用到阿蓮的這個特務，特務蓮的話，你就可以拉它出來，不需要特務蓮，放回它進去，okay。 那這條帶都是隨你自己喜歡拿著吧，OK。 收不收到通知？阿喵喵找啊，店長是不是啊？我這個金雪雪的金碧輝煌的一年多少錢啊？好得意喎，金碧輝煌的一年又可以除的，這條帶是的，今天可以這樣抽住。是啊，你來一探店長。3980。沒了，通年沒得1688了，剛才那個就可以，剛才那個可以1688， OK。 好，007。好了，哇，這個很有趣喎，這個小手袋是好像一個環環地彩的 peach color 這樣的，那有卡啦，有貼啦，它是比往事那些小一點，我會放在環切面給大家看。店長，你可以拿個尺給我？好，是啊，它小小的，這隻喜歡小的朋友，它後面裝到 Pro Max， 裝到銀包的，前面可以裝個粉盒，我很喜歡這個 setting 的袋，我以前有個差不多，不過黑色。跟住呢，這個是18cm， 但它呢好看下去很小隻，看下去很小隻，有個 handle 啦。那最好是什麼呢？它後面呢很夠大，裝一個中型的 size 的銀包，還有位裝禮物好呢 Pro Max， 前面裝粉盒啦、唇膏啦。它這個真的很好用，那個 size 它又小小隻，但是很好用，這隻真的超好用。有卡有貼，多少錢啊？21800，呢只好抵啊！我嚟 weekend 去下街，好得意啊！佢呢只幻彩 peach color， 好似我哋搽嗰啲 brush 咁咧 ，RMK 咁。我唔係 RMK， 前排見到 CC 啊，前兩日見到 CC 嗰啲新嗰啲粉紅色嗰啲 brush， 我都覺得好靚。其實佢盒已經令我好想買，好唔好用都係其次。成日都買埋曬一堆化妝品喺我個盒，跟住好啦，下一樣。海洋這隻 H1 出場，這隻 H1 呢就是最簡單的29 Evelyn， OK。 它就是我不拿出來，是全新的，配了金球，放到 iPhone Pro Max 嗎？放到 Cecilia 放到 Hello 傑英，傑英都可以出現了，終於都找回我們了。傑英是不是久違了？我們很掛念我們是啊，終於找回我的觀眾回來。好啦，這個就是一個全新的 Evelyn 29啦。如果大家喜歡買全新的話，帶走它啦，黑金來的，黑金來的，黑金來的。黑金多少錢啊？3800 OK。 好啦，下一個Chips， 除了他之外，我今晚還會介紹他遠房親戚阿表弟，今晚會有表弟，表弟就是他的新款打斜咩 ，OK， 咁佢係表哥 ，OK， 咁我哋有表叔嘅，表叔今日唔出嚟，大隻少少 ，OK， 咁啊表哥，
表哥同表弟今晚會出場，咁佢係表哥，咁表哥咧就係、是、純黑配銀扣啦，咁就度一個 size 俾大家先。先唔係度咩？定係你冇俾到我？有啊，有喺度。呢個28嚟嘅，度清楚先，係啦。咦？點解27嘅喂？28 ，OK。睇下手袋玩的小絲巾 ，Twilly 應該係啩？咩皮 ？Tony 邊個咩皮？頭先嗰個絲絲羊，頭先個絲絲咪羊皮啊？頭先嗰個 peach color 嗰個係羊皮。好啦，咁呢只咧，呢只係28嚟嘅。咁如果大家中意可以帶走佢啦，因為黑銀啦，好多朋友就中意。大家睇下四角先。哦，依29係咩皮？哦 ，TC。TC 皮咯。Jelly 啱同你講啊 ，Twilly 好冇 ？Twilly 你中意咩類型嘅顏色？我叫店長攞定出嚟。好啦，咁呢只幾多錢啊？28 Gips。36,800，有帶我冇拎出嚟啊！36,800 ，OK。哇！店長啲袋一隻比一隻大。哦，呢個唔係。这个就是你们最喜欢的大象灰的 Garden Party 啦，这个呢是细色、要深色、啊、Shelly 说要深色，喜不喜欢特别版有写那条、啊、Shelly 一会介绍给你。好了，这个呢就是大象灰的 Garden Party 30 OK， 很多朋友仔喜欢啦，咁咧我就諗住照講翻先嘅，因為真係太多朋友就中意啲 classic 嘅嘢，咁我哋會講大約五六隻大象灰嘅，講佢講 Lindy 大象灰，再講 Pico D 大象灰先，再隔開再大講 CC 啊。咁好啦，呢度，咁呢一隻咧係，睇先，係啦，呢只幾錢啊？28,30嚟嘅，28,30 ，OK。跟住 Lindy 好靚啊！呢只超靚，26金球灰色，四角超靚。Tony 啊，好 naughty 啊，而家你。跟住好啦 ，Facebook 危險，好危險。佢又叫我仲係博先咯。好驚啊！好啦，咁呢只幾多錢啊？好新啊！呢只。九幾新嘅，大家帶走佢啦，呢個真係好靚。大象灰咧都一隻隻，有啲大象灰啲色特別靚。我真係覺得係嘅咧，唔係講笑。我成日都見咁多大象灰。咁好啦，呢一個咧係一個大象灰嘅22人頭，大象灰22人頭幾多錢啊？全身我唔睇死講，39,800，大象灰人頭22。大象灰的 friend， 二餐
二攤嘅佢，二單嘅佢幾多錢？36,800二攤的 two box， 睇下四角先。我會過嚟 IG 嗰度再睇 ，OK。咁如果中意 two box 中意二攤嘅朋友，你就可以帶走佢，帶走佢。two box 之前有啲朋友成日揾啲顏色唔啱，而家終於翻翻啲灰色可以買，因為我超多灰色嘅 fans， 佢就係中意買灰色。好啦，有時候開箱啦，我要放開少少啲嘢啊，店長，你可唔可以幫我幫我？因為我驚我推冧曬啲嘢。係啊，呢個我知，呢個可以，呢個賣㗎？係啊，嗯，好啊，你俾我，因為我驚推冧曬你啲嘢。哦，都得，係啊，好嚟緊。好啦，咁下一個19大 size， 呢個算唔算大啊？中唔中？中中嘅19 ，OK， 咁幾錢啊？全新㗎？唔係全新㗎，好新。38,000中的19,38,000这个词典你要研究一下。好，那下一样呢 Pito 天时间 Epson 皮膏 Color 的 Pito 天OK， 咁咧 pre love 嚟嘅，不過好新，超新，超新，應該住喺豪宅嘅啫。OK， 咁大家如果中意 Epson 皮嘅話咧，就珍惜佢啦，因為好少有 Epson 皮，通常都唔係。咁呢只29,800，下一件 Juicy 風褸。M size， 勁貼啊！哇，我都著唔知著唔著得落，佢應該係好貼身嗰啲嚟嘅。我今日著咗件衫，唔知著唔著得落俾大家睇下添。19有冇大丈夫？暫時未有。咁佢有個 pad shoulder pad， 我今日著咗件咁肥嘅貓貓衫，應該穿唔落。係啊，試唔到俾大家睇，因為我就係講起咗。呢件衫幾多錢？咩男裝嚟？呢件衫幾多錢啊？女裝嚟幾多錢？呢個係680。680。好。好，下一樣。下一個 Coco Handle，Coco Handle 頭帶啦，呢個款可以咁咩 ？OK， 咁幾多錢我睇下先。你知唔知我想搞啊？要啊。
我去度一度。呢、這個唔係 mini 嚟㗎嘛？係啊。呢個係28cm， 高高 handle， 條帶可以拆嘅。幾多錢？39,800。好新啊！呢個有卡有貼。28嚟噶，唔係 mini 啊。同你交換，小心呢個。哇！這個真的很漂亮，為我而設的，我覺得這樣。什麼？是我為他而設的，連生。那個袋子好像是我的那些。啊，車釐送給你，然後我，好，然後我在這樣。打開，不用怕，不是吉的，店長不會這樣的，OK？ 哇！那些呢？哇！真的好漂亮。佢真係好靚啊！店長，你睇下先，過嚟啦，我執住啦，睇住先啦。個盒好大，個袋好靚啊，真係細 size 哦 ，friend 嚟喎，真係真好靚。佢做翻個嗰啲咧，佢打開個盒好開心咁樣咧。大家應該笑唔笑啊？你啲生日係咪啊？自己打開，哇！真係我要買呢樣嘢嗰啲。佢打開盒錢我都 OK 嘅，我真係最中意嗰啲。OK， Gibson， Gibson 打開裏面有 Gibson 嗰啲 OK， 非常 OK。咁樣係啊，幾多錢啊？你講你都想啊嘛？個個都夢想嚟。所有觀眾都係想要嗰個 Gibson 同埋錢。全身啊，你講啊？哇，好抵啊！25,800即場帶走啦，唔好搞啦，你哋諗唔好諗啦。細 size 好舒服，好輕身，有拉鏈，又可以抽住，靚女用，又可以簡約霹靂用，得曬。好啦，帶走佢。呢隻款有冇出荔枝皮？你而家？嗯，諗係啩，暫時未見過。大家觀眾有見到話我哋，我哋知道，即其量都係皮啊！我未見過荔枝皮，真係牛皮都有見過，不過唔係咁嘅 size。咩皮？布嚟噶 ，Candy， 布嚟噶，要唔要睇清楚啲啊？埋啲，埋啲，埋啲，布嚟噶，布嚟噶，布嚟噶。不過佢真係好靚，好靚同好靚。有冇其他顏色？冇，我得一隻。全身25,800，超抵，只有一隻。哇！依個真係好靚，賞心悦目嘅顏色。嗯，冇錯。好靚真係，我都好開心。我今晚有幸欣賞到佢。雖然店長好多好珍貴嘅袋啦，但佢真係好靚咯，話俾大家聽。好啦，呢個咁珍貴嘅袋，俾翻阿店長先。好靚，好靚，好靚。我冇其他东西啊，呢度冇。呢个，呢个都系一个。好。Hello Karen。咦，我哋計劃泳香江之後，泳完個紫色，泳個綠色喎。咁好啦，呢一個咧就係一個20 handle 幻彩綠色，幻彩墨綠色，絲絲有朱紅色。都有出下朱紅色嘅冬天，都唔好話冇，嗰啲 burgundy 都有出下，不過少啲。咁啊，貴貴可能今年咧領導潮流，可能今年就出啦，真係。快半季差唔多噶啦，咁好啦，咁呢一個幾多錢啊？全身係嘛？幾多錢啊？幾多錢啊？
38,800。反正好一点，好一点。Evelyn， 深蓝金扣，超靓呢只。嗱，中意再低调啲，同埋黑金。中意睇到少少颜色都仲系保持深色嘅 Trudy 咧，一阵间讲埋 Trudy 可以攞出嚟噶啦。呢个系 pre-look， 跟住又全身一阵间讲 ，OK？ 讲几条 pre-look， 跟住讲全身 ，OK？ 阿店长，你攞你全身俾我先。呢个都系全身。系，啱啱先。好，我攞翻先。好，呢、這个几多钱？呢、這个25,500。25,500？咁平？系啊！哇，几惊自己讲错扣人工。25,500呢个超低，带走佢。系啊。好啦，我哋有時候睇 trailer 啦，咁咧揾個 friend 出嚟做 model，OK，、okay? 用高 color。首先咧講深色 ，Sally， 我哋嚟啦，跟住呢個第一條深色 ，OK， 海洋生物深色，咁咧高 color 襯落去會係咁樣。呢、這個好靚好抵，可以熄燈，係啊，熄燈啦，你哋熄燈，俾你熄啊今日。唔係啊，呢個係店長自願熄燈，唔使嗌啊你哋，佢自己熄燈。25,500真係好抵，我算啦。點咗久唔久都要做下優惠，等大家醒神點啊，睇睇下瞓著咗 OK。咁啊呢條深色，深色幾多錢啊？深色海洋生物啊？呢、這個啊，1,980。好，下一個。冷蜜花深藍色，這個呢？1,980，心形的，綁出來見到的。好了，下一個，肥兔，肥兔多少錢？這隻肥兔也去了，Mr. Two，在這裡，肥兔2,100。一行一善，佢應該係啦，女童軍嚟噶。咩？又關係咗？好啦，下一條，雙色，雙色一邊係 body， 一邊係型格。OK， 呢隻款幾多錢？2,100。全身你可以一到買一對帶走，4,200。好，另外呢深色系列講完了，或者是 Shelly 有興趣看彩色的都一起看看。這個的 base 呢都是深色，不知道為什麼呢，它這個 pattern 比我覺得很澳洲。你有沒有發覺呢，去到澳洲機場第一件事就是看到那些這樣的，總之去到澳洲機場，大家去完澳洲機場有沒有發覺呢，它不是有些風土那些，我都不記得了那些是什麼來的。總之我看到那些逢是那些不是澳洲 souvenir 那些，我就看到這些類似的 pattern，類似啫嚇，佢唔係咁樣。係啊，跟住呢個幾多錢啊？呢個係2,100。呢個粉紅同金色。哇，呢個好靚喎！呢個兩條色喎，兩條色都靚喎。幾多錢啊？2,100。好。呢條繼續去澳洲 ，OK。都靚嘅呢個款，粉紅色，2,100。OK， 咁下一條我唔好問啦，2,100。我呢條有啲復古 feel， 好靚。好啦，帶走佢。咁我哋下一樣。咦？我呢袋咧？呢兩個人冇啊？
好啦，嗱，大家可以揀簡簡單單組合同埋浮浮，唔係一般浮誇組合。咁今日咧，我哋又係咁 mark 住大家喺度講。係啊 ，Shelly， 希望有一條你中意。如果睇唔啱，聽日過嚟，我哋慢慢再揀。OK， 咁好啦，咁講下第一個温柔組合先。咁第一個温柔組合咧就係佢哋啦。咁呢個就係高卡拉嘅18 Picotin 配咗銀扣，配咗銀扣。OK， 咁呢就係全新嘅 Picotin 嚟嘅，幾多錢啊？37,800全身龍體啦。咁跟住咧，好啦，下一隻咧就係高卡拉配金扣嘅。Burton 30貼紙未搣 ，OK， 好新好新同好新 ，OK， 咁呢隻幾多錢啊？穩陣組合，慢慢啦，你撳，撳低啲，撳低啲，哦，呢個13,800，我係好新，貼紙未搣，好穩陣，係靚女嘅你拎出嚟都更加靚 ，OK。好啱大家襯，你夏天襯 casual 衫咪好睇啦，冬天襯大褸更好睇。高 color 真係非常之容易襯嘅一隻顏色。OK， 我覺得同埋真係超級精神、精神、精神嘅，大家可以帶走佢。OK， 好啦，下一個就係你同我最中意嘅 classic 啦。咁呢個咧就係我超中意嘅 classic 啦。最好係咩啊？魚子醬。淡金無可抗拒 ，OK， 10級靚，好靚，好穩陣，價錢仲穩陣，呢70,000+嘅嘢店長賣係平咗好多呢、這個。廿三條，好靚啊！佢一個超靚嘅23 classic 淡金魚子醬 ，OK。我想講99新，不過俾啲空間大家97 ，OK。咁跟住咧，價錢靚到冇朋友，58,800，58,800，好抵噶啦！呢個真係23滴出嚟勁貴麗勁靚，魚子醬唔使太鏡住用，都要温柔地用，但係就可以好即係唔使咁緊張咯，靚嘅。真心靚嚇，淡粉紅，全新貨品，方半紙39,800，中意買全新嘅你，方半紙就係羊皮啦。想買底玩之選有佢，呢次羊皮又超抵，好抵，唔帶走你會後悔。OK， 呢隻粉紅我仲中意啊，呢隻粉紅真係好鬼靚，好多朋友喎、啊，我係好多朋友，多方面嘅朋友，我個人好 friendly 同好 funny 噶嘛，係咪？所以咪多朋友咯。咁好啦，咁我講下佢啦。咁呢隻咧係真心店長做靚價啦，20嘅 classic 嚟嘅。咁就俾大家睇下先。四個都係超靚仔嘅，四個都係超靚仔。大家唔使擔心，可以補上俾你，因為包實咗。OK， 咁咧好啱大家夏天用啦，輕強地用啦，價錢超抵啦。有冇 CC 22 mini please 暫時未有，可以訂，睇中咩顏色啊 Esther， 我都睇中咗淡粉紅，我梗係乜嘢都會話俾你知，你使乜擔心啫，係咪？24,800，好抵，24,800，買隻 classic 永恆顏色，你都要錫住佢。但是沒有壓力地用它漂亮嘛，漂亮的東西就要珍惜啦，不漂亮的東西就要珍惜啦，自己的嘛，那些東西那樣東西屬於你就要珍惜的啦，一張紙巾你就要珍惜、okay? 很認真的講真的，是啊，跟住好啦，這樣真
為我很怕咧，嗰啲有啲人咧，佢唔好唔知邊個啦，即係我成日我真係明白佢係一個係死物係咪先？即係我唔會咁樣嘅，即係我唔會，我都會即係我驚佢痛啊咁樣咯。即係你其實佢梗係唔會痛啦，我明白。咁但係我真係做唔出咁樣，係啊，唔係即係盡量都唔好咁，你痛。好啦，咁嚟講下一樣，下一樣咧就係、是。Kelly 25，好啦，呢只咧就系一个好夏天嘅颜色啦。OK， 中意天蓝色嘅你就可以带走佢嘅138,000，店长做十级靓价，25 app 爽皮外缝。OK， 好靓，好啱大家用，夏天必备。OK， 咁如果你都中意嘅話咧，帶走佢啦，138,000已經係好靚嘅價錢。咁如果大家中意嘅話咧，帶走25 Kelly 啦，因為25 Kelly 都好實用啦，栽到你要栽嘅嘢之餘咧，仲要係呢、這個價錢已經好温柔啦，因為佢仲係講緊外縫啊 ，app 上皮 ，OK， 好新好新好新，貼紙美滅 ，OK， 帶走佢，好啦，下一個。Classic 23，咁啊 Esther 究竟想買咩顏色啊？黑色、黑金，咁好啦。我嗰日同我 friend 仔 friend 去街街，嗰、那個有好多有個女仔都揸住個22啦，你往時嗰啲 size 啦，細 size 嘅白色。我 friend 就買咗紫色、黑色、粉紅同白色，唔係粉紅，係粉紫，係啦，呢、這個23銀頭。23銀球普身49,800羊皮，好了，下一個夏天必備30 Birkin Green Tea 淡灰色。 OK， 大家看看四角先，19,800，靚 ，OK， 好啦，下一個 ，Gold Color 25，Epson 銀球，唔拆出嚟啦，全身 ，OK， 幾錢？175,000，好抵，破底價。店長還有其他東西？好了，我們今晚呢要講的呢就差不多講完了，那明晚繼續直播啦，大家看中的就 Cap 圖 WhatsApp 去6444870，那明天幾點開？明天開1:30，是不是？多謝你們啦，希望明晚再見到你們，我們會盡量通知大家怎樣開 Facebook 那邊的啦。好，多謝你們收看，多謝 Instagram 的朋友，好了，拜拜。